庆祝傅颖即将于两日后到来的生日。今日傅颖的一众粉丝应援，特意在铜锣湾京城大厦为她提早庆生，并且送上了画有 Q 版傅颖的大型生日蛋糕以及两张车票，分别印有成功储值票和每天爱你多一些的字样。傅颖也在最后以抽奖的方式向在场的粉丝们送上了由她设计的 T 恤。许下生日愿望，希望过去一年当中发生的不好的事情统统远离。而他也表示，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，开脱之心也是越来越强烈。未来如果找到合适的对象，可能会公布恋情，相信届时贴心的粉丝们也会为自己送上祝福。我自己觉得啦，爱情可以帮助到很多方面的工作，还好像是拍电影啊，或者是唱歌啊，也会要有一些感情分。那希望自己可以在之后可以遇到真的好的男生。那拍拖的话，我有可能会公布。当问到结婚时是否会效仿各位天王天后秘密注册时，傅颖笑言，就连天王天后不也是一样，最后被火眼金睛的媒体查出婚讯。自己如果真的结婚，一定会公开设宴，省得各位记者朋友们再辛苦搜寻资料咯。如果结婚的话，我想真的瞒不了多久。那看很多天王他们都就是给记者朋友查出来，那我就觉得如果真的要有一天结婚，我一定会公开。那希望大家不用去要查我的资料，就我自己去讲就可以了。